空啦，火塘上面正经发货了，今天空了，我们家都年底发完这批货就休息过年了。方圆，你在家里啊？我也要去啊。你去干嘛？不是，我跟你一起去啊，跟妈妈去接哥哥回来杀猪啊。我也等下哥哥跟豆豆过来了，算了，喊豆豆过来杀猪啊！我要喊哥哥了，喊姐姐呀！哥哥，啊，哥哥都来呀！还有姐姐，还有姐姐呀！大姐姐，哎，我抬不动，还要等妹妹过来才可以杀猪，拿那么大一袋，谁抬得动？真是的。加油！来啊，快点来开门呐、啊！你来按电梯，不要掉。我看那个什么什么亮的。你按啦、啊？嗯、啊？我这个长高了，我这你忘了。你长高了。跟你说，大家都说你不听话，你现在学会听话，你知道吗？听到了。司马开门。司马开门。听话了。那人怎么这么大？快点按楼梯。按二楼。二楼。哦，没按到。没按到。关门。关门。上了没有？上了。还没。那一点点，贵的要死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多东西呀、啊！这里，我们去拿快递、啊。我不要。好多天没来，看了有多少快递啊？你别去嘛。都去啊，都要搬了。这有个坚果啊！你的鞋子你自己拿。这是你的鞋子，快点拿去。我要你拿。我这还有很多。你拿那两个。那、这坚果还有一箱嘛？蛮久没有来，这是我买的油瓶子装油的，还有一箱装蜂蜜的。妈妈，我要吃。不能吃那个坚果，要拿去给你大外公、小外公的啊，蛮送礼的。我知道吧？这是我买的衣服，我给老人家买的衣服。我是本地啊。本地里面还有，爸爸留两箱给你吃啊。牛肚，我跟你说，在网上买这个很便宜，所以我就买了三斤好像是，妈妈好像是99还是多少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们这边的话，一斤都要好几十哦，可能要50多块吧。妈妈，还有牛肉啊，牛肉啊，在这里面。我们去找爸爸。我们要去看奶奶。去看奶奶，然后再去超市。奶奶那里好孤单，去陪着她。我来你们那种啊，讲了我肯定认种，我到处认种，做啥也认种，别白家。去看奶奶。奶奶，我看我先来哦，你来点喽。啊？奶奶，我看我先来喽。哪边嘛？不认老哪边嘛？种的身上啊，进来不好没啊，把没种来。没有检查一下，可惜了呗。首先可惜了。没有，你别生气就。哎，完了，电脑没闹，哎，我掉。没啊，我没做，你快把一条。哎。又说什么？第二天又掰。来。又掰，也不会掰。掰。咬。
要嘛，不要多钱，中中不收手，小丢那是。啊，我可能做忙了呗，因为有多忙了，想做那个支架，哎，养支架。这个弄支架。上分不是六千？哎，养上分不是六千多少？上分啊？上分为毛？支架那女的，要人家老了，这两个。医生都安静你嘛？医生乱不有个收手，你来的，我看怎么能来嘛？你辛苦了。我们家不小心跳闸了，找不到原因。我的鞋干嘛呀？嗯。哎呦。2022。2022。快点，扔过来，扔过来！哦，对了，拿来了。板凳都对了。这下好了。有电了。你看这水高了。谁搞的呗？我们这个烤火桌就连了一条线嘛，小太阳走路的时候没注意脚下，就把那个线给绊到了，绊到了就这个开关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就这样翻起来了。但是这个没有烧啊，烧了烂完了。哦，真的黑了，烧黑了，很危险的。现在机子没有，走路的时候要怎么办？啊？走路要怎样？要看是不是？对，一定要看好。哦，对，要看好。不是这样，不用这么低头看嘛。哎呀，只要注意看就好了，知道吗？这个人快，你现在烤不了火。没火烤咯。这个桌真的是，我们这边因为，不像其他地方说有那种地暖，我们如果说没有这种桌来烤火的话，只能开空调。但是空调的话，费用太高了，所以都要用这个。